刚才也不是外人，嗯啊，我父亲和我师父，哦，两个人说了一段，下去休息，嗯，这场把我们哥俩更换上来，是，我叫郭麒麟，哎，他叫阎鹤祥，是我，说实在话啊，嗯，这个我哥这个人，我跟他合作这么多年了啊，人家台上没得说，哦，您捧了，哎，不是客气啊，台上好极了，嘿，台下这个人品呢，他是怎么回事？您先等一会儿。您这怎么脆上了？刚看这儿一个小虫子，你知道吗？哪有小虫子呀？脆它呢？什么？怎么了？人品没问题，别脆，知道吗？不脆不脆，挺好。哎，人品也还成。嗯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嗯，但是呢，这人啊，没有完美的。嗯，人无完人嘛。嗯，也有小毛病。什么呀？你看，你这就别问了，我这划过去就完了。什么叫划过去？您别提好不好啊？谁有小毛病啊？你啊？谁没有啊？哪有小毛病啊？你什么意思吧？你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您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那意思让我当着大伙说出来是吧？不是您都说了，您提两句怕什么呢？那行，那不合适，这怎么不合适啊？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毛病啊。我这关键我说不出口。怎么了？我就说不出口的事儿还有？也不好意思说，可能也搭着我年轻。我不知道在这儿说是不是警察给不给我带走是怎么着？不是我什么事儿，警察能带走了我？能提啊？提啊！行，好了好了，他保着我，他保着我啊！什么就地正法的嘛？阎鹤祥这人啊，就是有一点儿淫荡。哎呀，谁告诉你的呀？你看你谁淫荡啊？你就别喊了，你就。这不你说的吗？我本来挺小声，有点淫荡。你谁淫荡？你这干嘛呀？你这，您声大声小也是那词儿，知道吗？不是，观众不都是？谁说的？本来后边就没听见呢。谁说的呀？不是我说，你谁说的？你跟我嚷嚷什么呀？没有这事儿，根本就这一到国外你就露馅了。怎么了？不是我说的呀。谁说的呀？那电梯都说你、啊。电梯怎么说了？一上电梯，电梯门一关，你就他说了啊，狗淫荡。你这，你再学学英语去，知道吗？啊，是那意思吗？不是那意思吗？多讨厌、啊、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就传到国外来了。嗯，当然了，这个人不能也全是缺点，多新鲜、啊、不能全是缺点，也有优点。谁都有优点。有优点吗？当然有了。有点。因为什么？我跟我哥接触时间太长了，哦，跟他太熟，嗯，优缺点都了解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哥俩实际上是发小，知道吧？我蹲多少班呢？我跟你是发小啊。我怎么那么没羞没臊啊？咱俩不一块上的小学一年级吗？那年我六岁，你21吗？好，你都忘了。我整个一智障，我整个。你也制作手账是吧？这个他小时候确实是我们在一个班一块上课。啊、哦，这个阎鹤祥啊，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呀？嗯，胜在有自知之明。这话怎么讲？什么意思呢？都知道这个相声啊，尤其对口相声，两个人啊、哦，一个逗哏，一个捧哏。嗯，一般来说呢，这个捧哏演员的这个脑子呀，就比我们逗哏演员稍逊色一点啊。真的？这谁跟你说的？我爸跟我说的。啊，我说了，我说哪天我上家看看我师傅去。你别，不行，他去就教你烫头，你知道吗？别的什么都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就你说相声这爸爸跟你说的是吧？不废话吧，那是我爸爸。对，你父亲在湖边钓鱼，你记得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没有，就说这事儿。说那事儿不说是吧？就是对，多新鲜，那假的，我说的干嘛？没有那事儿，知道吗？你师傅于老师那智商也很好。智商还好呢，你看怎么了？我们捧哏的就没真是不行，你他。有自知之明，我这脑子不行，我就捧哏了。他打小这个考试什么的都不成。我呀，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哥俩，你看一个班吗？嗯。考试那会儿我总考100，对吗？阎鹤祥这卷子拿过来一看，14，啊，3.3，啊，-9，好，就这个。我还欠人家9分谁知道他怎么考的呢？没事，你看我们回家兴高采烈的举着卷子，一边喊一边回家，爸，我考了100分。你看多高兴啊！阎鹤祥不去，爸，我考了15，你是，这家里能爱听吗？嗯，天天就抽他，还打人，多新鲜啊！哦，那怎么办呢？阎鹤祥想主意，嗯，改成绩，
改分儿。哎，比如说啊，哦，老师判完卷子了，他买一根笔。哦，哎，老师拿红笔判，他买一根铅笔。对。老师判一个零分，嗯，他在头里加一个十。哦，这个呢？一百。哦，满分了。对了，啊、哦，比如老师判一个负97，怎么办、啊？画两道竖线，这个取绝对值。对。我这数学应该不错呀。对对对，哎呀，这智力都开发在这儿了。那你想，这个东西它纸里它是包不住火呀，嗯，对吗？他这么改成绩，过了4年半，他爸爸发觉了。过了4年半才发现 啊, 啊，他爸爸跟家看卷子呀，这怎么色还不一样啊？这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，嗯，怎么想问问他啊、嗯？他爸爸惊啊，家里头买了一个这个测谎机器人。哦，测谎机器人，就喜欢高科技产物啊、嗯！测谎机器人什么意思呢？好比说有人说谎话了，嗯，机器人分辨得出来。哦，你说谎，机器人过来啵儿弹你脑杯儿。嗯，什么意思？给你点小惩罚。你看看，哎，你说的再严重，嗯、还说啪给一大嘴巴。哎呦，哎，随着你这个谎话的程度，这个惩罚的越狠。哦，知道吗？买完了跟家搁着，这天严永祥放学回家，手里举着卷子。爸爸爸爸，我考了100分，他爸爸都没拿正眼瞧的，嗯，就看这机器人过来冲着严永祥嘣弹一脑嘣，改的分吗？他爸乐了，怎么样，你看见没有，说瞎话了吧？嗯，到底多少分？12。机器人过来，我这也是瞎话。12你都骗我啊、嗯、到底多少分？-2700。机器人过来大，你是不是说过了呀你啊，-2700你都蒙我，我白花那么多钱供你读书了，想当初爸爸上学的时候那门门都是100分啊。机器人过来大，和这也是瞎话，整踹他爸腰上，给他爸气坏了。嗯，当时把这扫帚抄起来，把严永祥裤子一扒，我今儿我非打死你不可啊，我不因为你我能挨这一脚吗？噼里啪啦跟这儿揍他，嗯，他母亲看不过去啊，赶紧过来劝架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打了别打了，他毕竟是咱亲生的呀。机器人过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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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都他们家事儿啊！我跟您说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去你！怎么样？你母亲的丈夫旅游呢？你看看去。这是我们家是仨人，你看。哎呦，我这不能嚷嚷啊！不嚷嚷，我踹死你我。怎么样？这是不是没有这事儿？你小时候的真实情况太荒诞了，您不荒诞，这是很真实啊。嗯，所以说长大以后，他在站在桌子里头捧哏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这个事儿。对对，你甭说那，有能耐都得站外头。你去你的吧！是不是？没这事儿啊！你不信？对了，不信这样啊！当着温哥华的同胞们，嘿，我考考你，你敢不敢？可以啊！你敢？怎么不敢啊？嘿，好，可以，来来来。对呀、啊，来，咱也别来太难的啊。问你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问你，咱玩一什么游戏啊？啊，叫所答非所问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比如我问你了，嗯，我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啊？天不错呀。这就错了。怎么错了？这就错了、啊、你这叫所答即所问。哦，什么叫所答非所问啊？我说哎，今天天气怎么样啊？嗯，你回答我爸爸掉海里了。你看、嗯、这个是合理的。就是说我这答案跟您这问题越不挨着。对对对 对, 对，就越对。没错，那太简单了。别说简单啊，一会儿你就得错。不可能，咱也别说多了，问几句吧，就问5句话，50句500句也错不了。别吹牛，观众等不了啊。来，5句话啊。嗯，咱开始。来，嗯，今天天气怎么样啊？我叫严鹤祥。你怎么来的？我第二次来温哥华。晚上吃的什么？这花还真漂亮。几句了？3句了。哎，不，您先等一会儿，怎么他们乐什么呀？这怎么了？你看他这脑子，他连大伙儿乐为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看没有？我都没挨上啊！你怎么没挨上啊？没挨上啊！我问你几句了？3句。你看看，就他挨上了。这句也算是吧？就这句重要啊！就这句缺德。那你什么意思、啊？我没注意，你再来一回。再来一回。来一回。哎呀！来来来啊！啊！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我叫严鹤祥。你怎么来的？我第二次来温哥华。晚上吃的什么？这花多漂亮！几句了？Thank you。错了吧？没有啊，你看看，防不胜防啊！你，你说你这脑子还能干嘛？你呀、啊，这是绕的人，真考智力不能说这个，说那说点别的，你考点好的，来点好的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也不是
不是小孩了啊。行不行？咱来一个成人游戏。什么呀？行不行？咱来一个脑弯急转筋。行不行？你把嘴里那鞋垫先掏出来啊！什么叫脑弯急转筋啊？那叫什么？那叫弯转脑弯急。还不如我呢。脑筋急转弯。甭管那叫什么吧。啊。玩一这个。来来来，猜一小谜语。来来来，好吧。那我考一考你啊。嗯。这个数学你有了解吗？好啊，我数学特别好。你还懂数学？多新鲜！几何，学过呀。嚯，可以啊。啊、嗯。代数也来过呀。微积分，你可是初中文化啊！我提醒你，你还懂微积分呢？你那是微积分嘛？那谁不懂 ？cosplay 什么的，反正你也不懂。这是微积分吗？说那你都不懂。来来来来，来简单的吧。啊，几何。几何好吗？啊，来来，考你啊。嗯，几何，这个长方形你见过吗？见过微波炉吗？刚说完吗？长方形啊。长方形有几个角？四个角。你说出来了，不是这有什么新鲜的？可以可以可以啊，这是一条件啊。嗯，记住了啊。嗯，长方形有四个角。对，拿刀切下一个角，还剩几个角？还剩三个角啊。这不是包袱，你们乐什么？这还不是包袱了？这个还剩仨角。不是，你怎么？你是不是傻子呀？你是不是一个？啊，四个角切一角，还剩仨角。这是不是太冷了？给你冻坏了，给你。怎么没有啊？不是，咱举个实例啊。嗯，这桌子，咱这桌子面是个长方形。对呀、啊，一共四个角吧。嗯，来看啊，我切下一个角，数还有几个？还有仨角吗？一二三四五，这儿还俩呢。这俩钝角也算啊？废话，这是圆桌啊，这个。那好，你这么说，我承认啊。是不是？哦，来来来，这记住了啊。记住了，接着听啊。嗯。一个长方形啊，切下两个角，还剩几个角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角。不对，怎么呢？还剩四个角。为什么呀？你得这么切呀、啊。整个一败家子儿，你看没有？怎么样？这么切桌子还立得住吗？哎，你看这切角吗？怎么样？这行吗？就这个是会吗？小儿科，你们一下给你问住了，这小儿科。对了，来个男的，你敢吗？来呀、啊，有的是。嗯，听这个啊。嗯。咱别出的那个太难的，嗯，太难欺负你。咱来一个美国呀 ，FBI 入门测试题。好，好吧，这很简单了。嗯，我要出一个北京朝阳群众入门测试题，你答不上来，是吧？那咱们回去您再说 啊。行 ，FBI 入门测试题啊。哦 ，FBI。对啊，逻辑分析啊。啊，逻辑分析。每一句话都是一条件。哦。挨个都记清楚啊。嗯。有这么一棵大树。哦，大树。大树啊。哦。哎，这大树呢，一共长了九个树杈。嗯，在其中一个树杈上落着十只鸟，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你看，落着十只鸟。嗯，这时候呢，有一个猎人手里拿着一杆猎枪，瞄准了其中一只鸟，一搂扳机，啪，打死了一只。嗯，请问，现在树杈上还剩几只鸟？一只都没了，吓跑了。你再想，你再想。不用想，肯定一只都没了。FBI， 你想，这 FBI 也 CIA 也一只都没了也。不是，你进不去了你。不是，你说还剩多少只？应该还剩十只啊。怎么会还剩十只呢？你没注意审题啊。你说呀。有一棵大树啊，这棵树长了九个树杈。对呀、啊，在其中一个树杈上落着十只鸟啊。我问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对呀、啊，你都给他记住了，你看看。哦，我都给记住了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打死他，他倒吊着也是实质的呀，是不是？就这题是吧？你看看，好好好。这你要那么说呀？这都是 knowledge， 知道吗？我给你出一道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这来，你听听我这逻辑分析题，好好好，听这个啊。你也有逻辑。说啊、嗯，你们家有一鱼缸，这鱼缸里呢养着一只王八，还有一只小金鱼儿。把这鱼缸放在冰箱里边冷藏24小时，拿出来以后坏了。怎么？这个小金鱼不见了，就剩这王八了。问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让王八给吃了是不是？没有，王八吃不了鱼啊。等会儿啊，咱有审上题啊，逻辑分析啊。我们家有鱼缸，有鱼缸呢，完了里头搁着一个金鱼，搁着一个小乌龟，是吧？完了之后呢，放冰箱冷藏是吧？对，冷藏完之后呢，拿出来鱼就没了。哎，我
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告诉你记住了啊，说你有一个鱼缸里边一个小金鱼一个王八放到冰箱里冷藏24小时拿出来，哎呦坏了，小金鱼没有就剩这王八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王八也纳闷呢。你就欠给你带走，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这比你的记住了强多了，知道吗？不是你，你这人身攻击，你这什么人身攻击啊？就这玩意儿，逻辑分析，逻辑分析。哎，你也分析分析我这个，嗯，我这难极了，我告诉你，再来一个，听听这个，嗯，不这个会有的是啊。童话看过吗？看过。好啊，童话故事有一个经典的回目啊，叫《龟兔赛跑》。我知道。哎，好，问题来了啊，嗯，龟兔赛跑，嗯。王八当裁判，你说谁赢了？你赢了。我一说我成王八了，我成。你看，这谁不会呢？你说这个，咱别人身攻击，知道吗？啊，来动物题，我说一好的。不，你还有动物题？问你啊，啊，说动物园里什么动物最厉害？还用问吗？这个动物园老虎不对，百兽之王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动物园管理员，动物园管理员是动物吗？怎么人啊，高级动物啊？没有，您说是孙悦那是啊？你看，孙悦都不对了，不对。哦，行，那不对，猜不出来。不知道啊，告诉你记住了啊，说动物园里什么动物最厉害？这是答案是斑马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它是黑白两道啊。你几岁啊？你我想问问你，这叫考智商，知道吗？我以为那动物园动物都得走斑马线呢，我以为你是这个是吧？哎，就这题，嗯，还有我还有，嗯，动物题吗？有动物题，听这个，听这个，嗯，绵羊，说呀，完了，您这打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啊，猜什么呀？猜谜面，猜谜面。好，我都没听说过，您说一谜底我给您编谜面是吗？你发挥啊，发挥怎么着都行，最后行绵羊。哎，这去你了吧，还不如我那黑白两道了。您这不是这知识啊，这知识啊，来别的吧。啊，来别的，听我这个啊。我听您，也是逻辑分析题，咱俩太有逻辑了。说你呀，嗯，走在这个大沙漠里7天7夜无食无水，嗯，正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，眼前有两杯水，一杯孙悦的尿，一杯岳云鹏的洗脚水，你喝哪个？我能不喝吗？不行，不喝就死了，喝哪个？谁的尿？岳云鹏的尿。谁的洗脚水？孙悦的洗脚水。哦，你听都可以，来来都可以。岳云鹏的尿，孙悦洗脚水。好好好，甭管是谁吧，嗯，反正一个意思是吧，嗯，东南亚岳云鹏没有糖尿病，反正就是我喝那洗脚水。那你也是个变态，知道吗？你要喝尿啊？我们喝那两杯水啊。在哪儿那两杯？我说多清楚，眼前有两杯水，一杯那谁的尿，一杯那谁的洗脚水。因为我已经乱了，你知道吗？说这就该退票，我告诉你，去你了，什么玩意儿，就这个呀？你的脑子有问题，我脑子有问题，我脑子有问题，我也记不回，我告诉你，我有问题，就这个是吧？来，你看，大伙儿让你打住呢，你看没有？就这个是吧？嗯，我还有，来，我还有啊，嗯，听我的吧。问啊，这问题太难了。漫画看过吗？看过呀。啊，嗯，那个带字母的漫画看过吗？看过。你看这个看过啊？啊，就哆啦 A 梦啊。啊，我说你要问什么？啊，你快说吧你。谁乐谁就想偏了，我告诉你们，知道吗？你们还以为是啊，是吧？哆啦 A 梦，嗯，哆啦 A 梦啊，都知道机器猫啊，啊，也叫叮当啊。问题来了。哆啦 A 梦为什么不戴帽子？
快回答我。这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真不知道啊？您说。告诉你，记住了。嗯。哆啦 A 梦为什么不戴帽子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够不着。够不着，这叫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比那洗脚水强，我跟你说。您说点那好的。要说点好的，哎，还有好的，听这个啊，嗯，这是一个传统，嗯，传统一点的灯谜啊，嗯，你来我也来，嗯，你不来我也不来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这什么呀？告诉你，记住了，嗯，这是揣手。怎么是揣手？什么叫揣手啊？你看啊，这穿的宽袍大袖，嗯，把这手往这一揣，这叫揣手。哦，这个行为，嗯，怎么解释呢？啊，你来我也来，嗯，他来了，他也来了，啊，揣上了，哦，揣上了。你不来我也不来，啊，俩人不想揣，你看，揣不上了。哦，没有说一个想揣，这个来了，这不想揣，这追这走，你看，这整个神经病，这怎么是不是？没有。哦，怎么样啊？这还有点意思。行行，这你得来一个呀。你这不灯谜吗？你给来一灯谜呀，啊，您就正经来一灯谜。对呀，正经来一灯谜，不能这么瞎猜。那您说怎么猜，啊，哪能这么玩儿？我说一个你没猜出来，嘿嘿一乐，我不会，完了，你看没有？那不行。那怎么着？嘿，咱得赌点什么。赌什么呀？我说咱别也别赌那个太贵重的啊，好吧，咱也赌一点这个每个人都有的啊。什么呀？咱赌一只手。对，好吧。我都没听说过，这怎么赌一只手啊？这不懂啊？啊，嗯，来啊，咱举例子，你左手有用，右手有用，都有用啊！我还戴帽子呢，我这选一个，就右手吧。啊，右手，右手离我近啊。啊，哎，你的手好够脏的，你看啊，右手，嗯，右手，我出一个灯谜，嗯，你来猜，你没猜上来，嗯，你可输了，嗯，放在这儿，我剁你一只手。不是，那你输了呢？向你致歉。对，您向我致歉，我也一只手了，我也。我这还给你。那不行，还给你。有赌一只手的吗？那你咱赌点钱就完了。多少钱？哎，别赌太多啊。啊，咱赌这个7500万。好，赌点加币。受了，还加币？好，您别这移民呢，您。太多受不了，少一点。少点啊，5.8。好，金八不为币，好吗？这个，咱呀，20块钱为赌。20块钱也别多也别少。好，来这是什么人民币啊？还是呢？啊，都行，您说。就人民币吧。啊，别的地儿你也没见过，我就说啊。20元。来，好，咱玩一回啊，扣字拢印儿。怎么个扣字拢印儿？7个字打1个字啊。我这谜面7个字，谜底是1个字。啊，行，好吧，您来听这个啊。说呀，嗯，二人见面忙握手。完了。完7个字，你会算数吗？打1个字，就1个。我琢磨琢磨，想去吧。二人见面忙握手，俩人见面了，你好啊，你好，这应该是好，肯定是好。哎，我猜着了。你猜着了？我猜着了。我给你换一个，说呀。哎，不用一个。哎，你先等会儿。什么？我猜着，你给我换一个，像话吗？这不信了，换一个。这字儿念好，对不对？不念好。念好？不念好。肯定念好。那不念好啊？你这人不赖皮，你感觉？谁跟你抬杠？你这么着啊？你也别说不念好，我也别说念好。当了亲爱的观众，咱表演一回。这怎么演？这是马路啊！您从那边来，我从这边来，咱俩一见面握手，说好就算输。哦，握手一说好就算输。对了，是这样。来，太简单了，我输不了啊！我不说好，我说我不好。你不好你也输了。我都不好了。你把不字去了念什么呀？好。输了。好冷。输了。好热。输了。好家伙。输了。您甭费劲了，好好好好全不行，你说出好啊又了算你输，知道吗？没法玩，这没法玩啊。你这好本来就是常用字儿，咱俩往这一站，得不得你问我6个钟头，我没个说不出来啊。6个钟头啊，人观众也等不了。什么意思？咱们5分钟为限。5分钟之内说出好来您认输，没说出好来我认输，就5分钟。对了，来吧，来呀，5分钟，你不用5分钟，半分钟就说出来，就是好，说好就算输啊。不，就是好。哟，你好啊，输了，我没说话，什么好那个？你好啊，你先等会儿，掏钱，你先，我掏什么钱啊？我先等一会儿，喷我一脸你。
这谁说的呀？这个灯谜，我说灯谜啊，谁猜的呀？你猜呀、啊？你说的我猜呀、啊？你说不是好，我说是好，我说一个好，我说十个好，百个好，我都不算数，为的是拿我这好勾出你这好来、啊，你说出一个好来，你就输了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对不？我说好不算，我说是好啊。让着你，让着你啊，就是好。哟、嗯，你好啊。来不了了，各位，这甭五分钟，五年也说不出来啊，哑巴是吗？你怎么也没说不行？你得会说话呀，还非得说话，多新鲜！太难了。哟，你好啊，萨瓦迪卡，外国人啊？外国人不行、啊，您得说中国话，说汉语啊，说汉语、啊。二人见面说萨瓦迪卡，像话吗？你这不八个字儿吗？是。哟。你好啊，托福。我说你好啊，托福。你好，托福。你考过雅思不行吗？你怎么老托福啊？您呢？那都九分，我告诉你。什么乱七八糟？你这不行啊！你不就一个词儿说呀？你要不说好，你换着词儿说。换着词儿。对了，好，就是好嘛！你就说好就完了。不是好呢，你不讨厌你。哟，你好啊，还那样。这还那样就是凑合，一凑合他就不灵儿，不，还那样凑合不灵儿，你这玩意儿，哎，您家里都好啊？你看您问谁？您父亲，我师父好不好？说相声。哎呦，那您父亲今年高寿了？24。二十。您说准了啊？我21，我爸24。哦。44也不年轻了、这个年龄还在舞台上坚持给观众演出，证明您父亲的身体是特别的棒，一棒脸上的气色他就漂亮。你爸那模样漂亮吗？你漂亮吗？哎，您母亲好吗？得病了。哟，我没看看去啊。找了。哦，找了个大夫啊，摸了摸脉，哟，开了个方子，嗯，吃完这病就算是好了，更重了。找哪大夫看的呀？王大夫。哎呦，我听说王大夫可不如李大夫个儿高。个儿，这大夫有说个儿高的吗？医术高。你说清楚了啊，那王大夫要不如李大夫，就给病人瞧不利索。要请李大夫看的病人早就死了，还不如王大夫。不是吃的丸药汤药啊？丸药。哎呦，丸药可不如汤药力量大。力量哪儿抓的药啊？门口小药铺。小药铺不如大药房给的多。给的这药有给的多的吗？这个材料真。你说清楚了啊、哎，我听说你交了一女朋友，是不是？哎，而且还要结婚了。但是啊，我听说你女朋友他们家那条件比你们家那条件可是富裕。那你们家不如他们家阔绰。他们家比你们家有钱。你们家不如他们家瑞士。他们家比你们家你差不多了。你们家不如。你老逮着我媳妇儿问什么呀？我问清楚了呀。哎，你爸爸又给你要了一小弟弟啊，现在怎么样啊？长选了。哟，这没看看你啊？抹药了。哎，效果怎么样？见青。一见青他就利索。一利索他就除根。一除根他就不痒痒。一不痒痒他就口嘎吱。一口嘎吱他就又犯了。又犯。这是顶药啊！这是。你老问还不是顶药？我真服了你、啊。到点没有？没有没有啊！哎，你说你这么半天愣没说出那个字，哪个字啊？那个字怎么写呀、左为女右为子。念什么呀？我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念20块钱念什么？行行行，我给您多少钱？20。这么着给您50甭找了。什么着？给您50甭找了。太好了。哎。